上帝归哭到月落窗西，人若平个性，若啼若哭，是人是鬼，声声哀怨太惨凄。此在东边附近有座台西，悲歌痛哭，唱出血泪词，是我心暗自以迷步庭院暗相向愧。祭祀我尽毕，又恐千着台上礼，真系奇怪啦！明明喺呢度咁嘅声噶，点解嚟到又无影无踪呢？揾过晒都唔见，究竟是人是鬼呢？黑暗中实恶梯，周到似冷寒遍体，声音消失冷风凄，乍到塔影气象宏丽，超立奇艺，直上天际想治一切恨无妙计，心经贵又为自制，神医颓废力也未计，此感依次遇着贵，起真感笑废怨，实啊有鬼。
端庄秀美多风韵，绝无俗气犹如上佳天仙光凡尘，自三生有幸行起再得见丽人，苍天上无负我心，堪称有所因。敢问小姐，是否十二钗之扳手柳时飘除呢？何必苦苦相缠呢？浓身多有份，悲哀身世不堪受，只陌路人。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小姐既有人聪，更应告知不才，或能排解一二呢？请问公子高姓大名？我本石家继后人，归乡探家君。胡说，石岳师仅得一子，已于月前病逝京师，你竟敢冒充石家接子，可算荒谬绝伦啊。哈，竹亭之死，小姐又何以知之呢？在泉台曾共卿相见，故此知他早别云。你莫想再骗人。啊，如此说来，小姐岂不是鬼？人不犯鬼，鬼不犯人，到底你是谁家公子，来此何事？求卿有生还，心非欺骗家他，姓名实有因。我与亭卿断好友，自他去世叹不幸，我日夕悲痛心，岂料事情办妥无何忧，接他相亲又书到临，书中语句闪匿心，促他立返故乡行，心中世事必有因。石岳师既知子身亡，而又在咸催皮子返乡，显有别情啊。小姐你所料无差，不才亦因一时好奇，所以立即兼程赶来，意欲查明究竟。及至抵达此家，方知石岳师已经撒手陈话，当时众人皆误我为石公子，不才以事又可疑，决定将错就错，冒认竹亭身份，暗查真相，为师一路跌遭怪异，正感寸寸不安，识其巧遇小姐你幽魂出现，小姐倘有冤情，不才愿为超说。
孔蒙不弃，稳定交易，三生有幸啊！成梦闯爱，而成可感，来因此身而归阴，人望哪可再度情重爱心，唯愿与鬼天天相似，两家相依相恋，盼无负我痴心。人鬼殊途，阴阳二路，纵使君有怜香惜玉之心，亦不能以鬼为父。小姐一颦一笑，可依常人，虽则分隔阴阳，仍愿结人鬼之爱呀。人共鬼恋，千古怪谈实乃天真。虽知人鬼相近，朝自在阳，君你莫再异想天开，速离此地。我心爱玉人，情愿降厄运，与你地狱结诸尘。得君厚爱感激心，生怕累己